大家好，我是成龙。这次我在电影《龙马精神》里面有很多新的尝试，包括第一次跟马演对手戏，同时电影也是向龙虎武士精神致敬。希望除了搞笑和动作之外，电影也能感动大家。我们在戏院见，谢谢。师徒要当龙虎武士了。没有退缩。